下一位要上场的思文。思文是需要重点介绍一下的，在脱口秀大会上，当时徐峥特别特别看好思文，后来邀请思文专门去了《囧妈》这个电影的新闻发布会上来做脱口秀表演。当时思文演得很好，演完之后思文就问徐峥说，徐导你看我能不能演您的电影。徐峥很诚恳，思文啊，你是一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，优秀到只适合脱口秀的舞台。那我们掌声有请特别特别优秀的国民独立女性王思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思文。今天呢，我们现场来了很多厉害的艺术家，比如说赵胤胤，他那个胤啊，是那个赵匡胤的那个胤啊。他小时候被称为神童，因为他七岁的时候就会写自己的名字。这个七岁的赵胤胤呢，虽然很厉害，但他比不过他们是潘班另外一个神童，那个人叫张彪彪。赵胤胤刚刚说了那么多，去意大利啊，吃什么高级食材，哇，说的多厉害！我还专门去他微博看了一下，他发的那个美食评论啊，都是什么不错、很棒、手动点赞，哇，专业的美食家点评，跟我点外卖时候发的一样。他自己刚刚也说，他在世界各地吃喝玩乐，搞得孩子开家长会都找不到人。老师问他儿子，哎，你爸爸在哪儿啊？在世界各地游走。你爸爸干什么呢？弹钢琴的。老师一看，哇，肃然起敬，嚯，你爸爸海上钢琴师啊！王晶跟徐峥啊，两位都是著名的导演，但他俩品味很不一样。去年王晶呢来吐槽大会带了一个金女郎，徐峥这次呢带了贾冰。贾冰呢，他在《欢乐喜剧人》夺冠之后啊，激动到下跪亲吻舞台，当然现场所有人非常的感动，特别是做清洁的阿姨，心里在想，哎，以后这个拖舞台的拖把还是得跟拖厕所的分开。王晶导演啊，他最近还上过一个访谈节目。王晶导演说啊，我拍电影的时候，有时候为了完成，要牺牲一点完美，要学会如何在完美和完成之间做平衡。王导，你那些电影豆瓣评分3.几，有那么难平衡吗？王晶小时候考完试回去跟家长说，爸爸，这次考的不完美，没有得满分，那你考多少分？30。李庚希啊，大家看看他，一看就是偶像派，长得多像易烊千玺。还有一些网友说让他俩在一起，理由非常充分，因为他俩正好互补。易烊千玺呢是禁烟大使。你说刚刚一群大老爷们吐槽人家李庚希抽烟，李庚希自己都说了，一抽烟乖乖女人设崩塌了，以后可以演不同的角色。你说小姑娘都想得那么明白，赵胤你别端着了啊，一个东北人天天这样不累吗？什么初秋的白松露，我怀疑他经常偷偷去吃烧烤摊呢，边吃边说，哎呦憋死了，大腰子可太好吃了。有时候怕人看见还得飞到意大利，正好赶上意大利初秋的大腰子。徐峥老师啊，大家看看徐峥老师照片啊，感觉他皮肤真好，特别是头顶的皮肤啊，白皙透亮，没有一点皱纹，根本不像一个50岁的状态，对吧？但今天见了本人呢，发现也没有那么好。徐峥老师，你的头是不是 P 过？你是不是偷偷用了那个美头秀秀？真的，徐峥老师，你出门戴个帽子啊，千万别晒黑。你说万一把那个头晒黑了，再用一键去黑头，哎，头就没了。大家知道这个徐峥跟陶虹是一对神仙眷侣，对吧？很恩爱。据说当年呢，徐峥这个求婚方式也很特别啊。当年徐峥找到了北京最早发芽的一棵树，走到那棵树前的时候，突然跪下求婚。就在陶虹快要答应的时候，突然冲出来一个保安说：“这里不能求婚。”徐峥那儿愣懵了，心想：“你管那么多，你是段奕宏吗？”保安跟他说：“我不是，但上次段奕宏在这儿求婚的时候，他就没答应。”徐峥老师不要生气啊，不是我求婚，是段奕宏求婚。徐峥作为导演呢，代表作是囧系列啊，人在囧途，泰囧、港囧，一步不如一步。
所以徐峥导演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抓住一个曾经厉害的东西一直做到底，越做越差，越做越挨骂，搞得跟我们吐槽大会一样，做不好就不要硬做了，对吧？答应我好吧，囧妈是最后的囧系列，吐槽大会四是最后的吐槽大会，好不好？但总我替你答应了，咱们都别骗钱了，好吧？看见没，吐槽我们来真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四文。你这怎么一脸要失业的表情呢？怎么就吐槽大会最后一季了？我第一个不答应，第二个不答应，第三个不答应，都是我。不是说好了要养我一辈子吗？为什么就不能继续骗钱？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做好的节目？谁也不能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。我跟吐槽大会是一对儿，永不分离。是不是很羡慕？不用，想找对象赶紧去下载那个脱单神器一对 APP， 来一对成一对，撮合一对又一对，靠谱的。看，有这么多客户需要吐槽大会服务，怎么可能结束？客户们继续来啊！吐槽大会下一季欢迎您。不许。下一位要上场的李庚希。李庚希呢是被徐静蕾挖掘和培养的，所以人称小徐静蕾，在《小欢喜》里面演那英子演得特别特别好，和陶虹一起对戏一点都不怯场，戏里面演的是个学霸，戏外是个学渣，北电呀、中戏啊都没考上，当年可能是失落，但是现在人有底气了，说哎呀，上不上大学就看缘分。李庚希啊，我作为一名大学的老师啊，我想告诉你，上大学不看缘分，看分数。让我们掌声有请上大学不知道看啥的李庚希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庚希。张老师，我看分数了不够啊，所以我才只能看缘分的嘛。今天来到吐槽大会呢，非常开心，看到很多前辈在啊，我经验不足，所以希望老师们千万不要生气，我要开始童言无忌了。